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3面，忍三舍内学外界。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这个对法明幻啊，对于我们所修学的佛法来说明这个幻界的情况。那么对法明幻当中呢，是分成两科了，先说明习邪失矣，就是让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呢，我们错乱的应有的次第。那么错乱的次第呢，这个是有四种的情况。那么第三个是舍内学外界，就是我们对于佛法还没有通达之前，就学习外道的典籍或者世俗的典籍啊，那就犯到这条戒了。那么我们看魁二的无为患的情况，这当中有五个因缘。先看第一个，若尚聪明。那么有些人这个聪明啊，这个人根基特别的利。那么他呢，在这个广学多闻的情况之下呢，不但不会去障碍他修习大乘法，而且他能够融会贯通啊，有助于对大乘佛法的学习。就是说他这个人个性很特别，他越广学，他对大乘佛法的信心更坚强。有这种人啊，有些人刚开始要先专心，有些人他越广学多闻啊，他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对佛陀的皈依的心越强，这种能立根的啊，那这种人是开眼。第二个，若能速受，也就是说呢，他对大乘佛法的这种善根的栽培已经特别的强了。他即使暂时的去阅读这个外道的典籍或者是世俗的这个典籍啊，他也能够马上的能够领纳大乘佛法，对他领纳大乘佛法完全没有障碍的了，啊，这个呢就是他的大乘善根已经坚固了。若经九时能不忘失，啊，那么他对于大乘佛法的法义啊，他不但是通达，而且是不忘失，经常的能够记忆在心中。啊，若以其意能思能达，那么对于大乘法义，对于整个十法界的因果是由一心所创造的，那么一心当中呢，也创造了杂染的因缘，也可以创造清净的因缘，对大乘的不二法门，所谓的染净都是一念心所变现。世间上没有绝对的染，也没有绝对的净，就是你用什么心情去面对。那么你对于大乘的不二法门能够如实的通达，而产生坚定的理解，那么以这个外道典籍或者是世俗典籍啊，来做种种的参考跟印证，那这个是不幻。对于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即行无动觉者，也就是说呢，他对大乘佛法已经融会贯通了，而且他去读异教的典籍，对世俗的典籍能够即行无动觉，他内心当中呢，在抉择事物的时候，能够把大乘的佛法跟世俗的教法能够在内心当中啊同时运转，而不互相的障碍。同时运转而不互相的障碍啊，简单的说就是融会贯通了，就是所谓的即行无动转无动觉。那么以上的五种因缘，其中有一个意义的记住啊，你就能够在每天当中呢播出三分之二的时间来修习佛法，那播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啊，来学习外道跟世俗的典籍是无为患的。那也就是说呢，你即使是通达大乘佛法，你还是要以2:1的比例啊，佛法的时间要占2，那么外道的学习是占1，啊，这意思就是说，啊，虽然菩萨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啊，我们应该要学佛法，也应该学世间法，因为这个一切师地论上说是菩萨求法章于五明中学了，其实五明当中只有内明是佛法了，
其他都是世间法。但是我们应该有本末先后的次第，你在刚开始啊，要先学大乘法，然后再学小乘法，然后再学世俗的典籍，不应该错乱这个次第的啊。看忍世的专学议论界，那么这个议论就是佛法以外的典籍了，就是要议论哈。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业菩萨华，以义道论及诸外论研求善巧，身心保万爱要当位，唯独心要而习尽之，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时常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业菩萨华，他没有遵循菩萨正确的修学规范，怎么说呢？因为他对于义道论，对于这个外道的论点，以及诸外论，就是世俗的论点啊，他是研究善巧，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深入研究而成就一种善巧的智慧，说是熟能生巧，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角度啊，来说明这个外道的宗旨跟世俗的内涵。那么他有这样的心得啊，他就把这些外道论跟世俗的论点啊，身心保万爱要当位。那么他把这个世俗的这个典籍啊，当作保万宝物一样的爱要，那么以此为乐啊，那么爱着不舍。也就是说呢，他认为这个就是生命的究竟的归处了，啊，这个就是整个生命当中所要追求的究竟的功德，啊，那么而不是把这个外道的典籍跟世俗的典籍啊，把它当作心药来清净学习，这个心药就是一个苦心之药了。这个我们在用药啊，有两种，一种是长时间可以服用的，这补身体的；一种是你有某一种病了，比如你感冒。感冒的药是对治的，没有人身体好就是感冒药，那就会伤气的，因为这个感冒药是发泄的，啊，发散的。那么这个外道典籍也是一样，它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有一时的因缘来偶一为之，偶尔的修学的，啊，而不能够把它当长久服用的，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对外道典籍啊，身心保万爱要当位啊，那就是犯到菩萨的戒法，那么这条戒呢是完全没有开眼的情况。因为前面的舍内学外戒啊，他是对佛教是未经研究，换句话说他还有在研究了啊。那么一方面研究佛教，一方面研究外道，只是说他还没有深，对大乘佛法没有深入，所以他有种种的开眼。有些人根基利嘛，但这条戒不同啊，这条戒他等于是把外道的典籍当作他的皈依处了，那么这样子连基本的三皈依都失掉了，这条戒自然就没有开眼的情况。我个人的修学的经验啊，我出家以后啊，差不多花了10年的时间呢，啊，研究大乘佛法，研究小乘佛法。我10年当中都没有看外道典籍，也没有看世俗典籍的哈，一心的修学佛法。10年以后啊，我开始去注意一些中国的文化。我在想，我那个时候对整个佛法的皈依心坚固不动，我相信佛陀所说的教法是生命的究竟处、皈依处。但是我也会想说，中国人也活了5000年了，那么那些人没有佛法的滋润啊，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身为一个有情众生跟一条狗不同啊，他不是把饭吃饱了就没事了。人跟人之间的应对，这个什么所谓的安身立命之道，那么中国人是怎么过的呢？也看看儒家的思想。我一看不得了，中国的圣贤啊，尧汤禹舜啊，也是不可思议。
他们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啊，中国也抉择出一套身为一个人如何的能够安身立命。你看中国人，他也告诉你怎么样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一定的章法。我看了花喜充满。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今天是个圣人，我们是一个三界以外的圣人，你所接触的都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你不要先入选，因为这些圣人的境界啊，种种都是回归到法性。但是我们现在生长在凡夫的世界，待人处事失败也就障碍重重啊。一个君子怎么样自己的诚意正心，怎么样在僧团当中立足，怎么能够放眼天下？这的确儒家的思想啊，在中国的五千年啊，这个先圣先贤啊，的确累积了一些经验跟一些智慧的抉择。但问题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是本谁是末，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穿了，世界上很多的东西都要学习的，但问题是什么是主啊？我曾经听过这个一贯道的讲师啊，在电视上讲，我刚好去外面买东西啊，看到电视上一贯道的讲师讲无量寿经，我也好奇，哎呀，他要讲无量寿经不得了，但是我一听啊，他是完全胡说八道，根本就把弥陀的功德讲错了，讲到神通感应去了，讲到灵魂出窍去了，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说呢，这个讲师如果一开始学习佛法，他就学一贯道，就不是这种相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凡夫的心情呢、啊，先入为主。你先习小乘法，你就用小乘的法来看大乘佛法，跟你思想不同的你就排斥了。你先习外道法，你就用外道的法来看佛法，你也就会错认消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呢，这个讲师如果一开始学习佛法，他就学一贯道，就不是这种相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凡夫的心情呢、啊，先入为主。你先习小乘法，你就用小乘的法来看大乘佛法，跟你思想不同的你就排斥了。你先习外道法，你就用外道的法来看佛法，你也就会错认消息。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以前看过我们在中国的传承里面讲到，尤其是在这个宋朝跟清朝，有很多大德强调禅净双修了，诸位有听过禅净双修啊？就是禅宗的波雷法门跟净土宗的信愿持名的法门合在一起，叫禅净双修。但是你看这个禅净双修啊，禅宗解释禅净双修跟印光大师解释禅净双修完全不同。禅宗他是怎么解释禅净双修啊？禅宗他在参禅的时候先念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但他的重点呢、啊，不在那个所念的佛号，不重点的不在这个地方。他回光返照，念佛是谁？我为什么能够念佛？这个杯子为什么不能念佛？他从那个能念的心啊，关照那个觉性，哦，原来我有清净的觉性。所以禅净双修呢，在禅宗的解释，他是假借佛号来回观他的自性，反闻闻自性。他不讲究，他对佛号没有皈依的心。但是你看印光大师解释禅净双修，都不是这个态度了。他强调，禅净双修是要对佛号升起皈依的心。
那以波雷法门来破障。你说这两个解释是不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先入为主。你一开始参禅的人得到圣洁了，你看净土法门，你也会念佛，但是你念佛的时候，你念念回观你，回观你的自性。我们修净土的人也会学波雷波罗蜜，但是我们是以皈依弥陀的功德为根本，以波雷法门来帮助我们破障。所以啊，诸位要知道，你刚开始修的法门呢、啊，对你的生命呢、啊，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你可不能小，就这不能小看，就说穿了，就影响到你的种性。你看你读华华经，你就知道了。同样是小乘的学者，你看阿罗汉，你看舍利弗尊者在佛陀在讲华华经之前呢、啊，他的心情呢、啊，他就说：哇，我等同入法性呢、啊，我跟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成就了我空法空的这个真理。为什么文殊菩萨能够从空出假，广度众生？而我的生命当中只能够一天一天的等待涅槃的来临，内心当中啊，深自感伤啊，施依如来无量之间、啊、对自己不能够升起种种的生命的妙用啊，深自感伤，感到遗憾。哎，这个人就有大乘三个人。有舍利弗尊者，他在修小乘法之前曾经修过大乘法，后来推大取小，但是他的善根还在。但诸位，你去读读后面那段，再往后面读方便品，再往后读，你读读迦叶尊者的心情就不同。迦叶尊者他也说了，他说啊，我证得涅槃以后啊，证得不生不灭的空性以后啊，我观察这个人世间的因缘啊，不管是三界的苦恼果报，不管是诸佛菩萨那些种种的三昧的功德啊，我观察这些苦乐的果报啊，都是不生不灭，无大无小，不生好药，没有耗药的心情。他对于自己能够趋向涅槃啊，没有任何的遗憾。这个人就是定性生闻了，这就是有问题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修小乘法，如果我们今天啊没有眼见，我们把生命啊看得短一点，反正成佛之道那再说了，先离开三界的火灾，那你就会选择小乘法。但是呢，等到你成就了三界涅槃以后啊，你后面那一段路你就难走了，就非常难走了，因为你的心性被你破坏了。那么一个有眼见的人呢，他会用小乘的这个苦空无常的法来做自己生命的一时对峙，但是他对成佛之道一开始就布局得很正确。他通过三界火灾以后啊，他后面的成佛之道、啊、那个界外的菩萨道啊，他走得非常顺畅。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得少为主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离开三界火灾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长远的布局，是注意你的种性。这就是为什么菩萨界要我们先学大乘法，再学小乘法，然后学习这些人天的善法来做我们的补助，是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个教法刚开始进入你的心中，第一个教法是先入为主的，你很难改变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应该以大容小啊，以大容小，无法不大啊。我维大师说是以大容小，无法不大，言人受法，无法不远。以大乘佛法为根本，以小乘法人天的法来当作一时的对峙。好，看新乐的闻声毁谤戒。那么这个对法名幻呢是有两颗啦，前面一颗呢是习邪失仪，那么这一颗呢是闻声毁谤。好，那么这个声呢，就是对于大乘的圣身的教法升起毁谤了。好，我们看忍力的燃尾幻感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闻菩萨藏以甚深处最甚甚深真实法义，诸佛菩萨难思以神力，
不生信劫，真被毁谤，不能隐逸，不能引法，非如来说，不能利益安乐有情，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障为患。如是毁谤，或由自内非理作意，或随顺他而作是说。好，我们加以解释。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听闻到大乘的菩萨法藏。什么叫大乘的菩萨法藏呢？这当中有两个内涵。第一个，一甚深处，这个甚深处呢，是讲大乘的世俗地。大乘的世俗地讲到十法界的因果了，啊，就是你今天用五戒十善招感人天的果报啊，乃至于修菩提心、六波罗蜜成就诸佛菩萨的果报。那么这个我讲为什么讲甚深处呢？因为在小乘的世俗地只讲到这个六道的因果，只讲到六道的因果啊。那么我们说外道，其实外道也是一个因缘啊。比如说你说是一贯道这个持戒修福，它也是一个升天的因缘啊。这个我们也不能否认啊。基督教是修善啊，是博爱正义啦、啊，意念上帝啊，它也可以升天的、啊。但是呢，不管是外道，不管是小乘的教法，都没有讲到十法界的因果，没有那么广泛啊。所以在大乘的因果当中呢，是讲到十法界的这个时空呢，是甚深处啊，是特别的深妙。第二个，最甚甚深啊，这个最甚甚深讲这个胜利地啊，讲到我空法空的真理了。那么这个小乘的空只讲到普特伽罗的我空，没有说明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法空啊。那么大乘讲普特伽罗的我空啊，也讲一切法空，所以这个是最甚甚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第一个这个菩萨法藏的一个回谤啊，就是对于大乘的教法的回谤。第二个呢，对诸佛菩萨难施以神通之力，比如说是净土法门，就是待业往生啊，一个无逆十恶的罪业，意念弥陀的圣号，临终时念啊阿弥陀佛现前，那么把这个无逆十恶的众生带到净土去了。那么对于诸佛菩萨救拔众生的这种神通力，还有佛大乘佛法这种真俗二谛的真实法义啊，不但不能够信解，而且真被毁谤。怎么样的毁谤呢？他说啊，不能隐逸，不能引法，非如来说。那么这种教法跟这样的神通道力啊，不能引申众生啊真实的利益，就是不能隐逸了。那么不能引申真实的利益，也就不能如法的修学，你这个修也没用，这个法门根本修不来的。那么非如来说，就这不是佛陀说的了啊，佛陀只说不净苦无常无我这样的真理而已了啊。那么这样子讲呢，也就是说呢，这样的教法还有诸佛菩萨的神通道力啊，都不能利益安乐有情。为什么？因为他不能隐逸，不能引法，非如来说了。那么如果这样子讲呢，就犯到菩萨戒法了啊。那么如是的毁谤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你自己的非理作意，这种人都是有点小聪明的，就是世间上有点世事变通。那么以西方分别心来学习大乘佛法，对不可思议的教法跟神通道力啊，就产生毁谤，或者是随顺他，就是有恶知识的误导啊，别人这样讲他也跟着讲，那么产生这样的毁谤。这条戒跟前面的他胜处法的谤乱正法戒啊是有所差别，我们做一个简别一下啊。我们看前面的第十一面，这个第十一面呢，这个是比较重的几世的谤乱正法。好，我们看这个戒文怎么说了，说是若诸菩萨谤菩萨障，爱要先说开始建立相似正法，以相似法或知信解，或随他转，是名第四他乘处法。这条戒啊，谤乱正法跟闻声毁谤的差别，我们做一个说明哈。这个闻声毁谤啊，它是一个直接的毁谤了。他听闻以后呢，善根不够啊，就毁谤了。
所以他的立场非常明显，就是我就是毁谤，我就是不相信大乘佛法。那么这个立场是黑白分明的，所以会旁边对他信解的人就不多了，因为他的立场就不是一个大乘的学者嘛。但是谤论正法罪呢，他就不同，因为他安立的相似正法，他在宣扬大乘法的时候呢，他从来不说大乘是非佛说，他没有这样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他的观念道理啊，你听完以后啊，你自然的退失大乘的信心，自然。但是他里面完全没有这种毁谤大乘的名字，就是相似法，看起来像是佛法，但实际上不是大乘佛法。那么这样子的相似佛法呢，信解的人就很多很多了，对大乘佛法的伤害就特别的重啊，也就自定为重戒了。因为你这个立场模糊，立场模糊是最可怕的。孔夫子说啊，孔夫子说是物质恐其乱诸也。孔夫子他还不害怕黑色的，因为黑色他很明显的立场，但是孔夫子害怕是紫色。这紫色呢，表面上像红色，但是里面有黑色的成分呢，只是立场模糊了，就是混乱紫色。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相似正法的影响啊，比一个人直接毁谤的影响更大了。好，所以这个地方谤论正法视为重戒的理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回到讲义来。那么闻声毁谤呢，就等于是他的善根不足了，那么他直接做出这样的毁谤。好，我们看忍恶的无违患，看开眼的情况。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若闻甚深最甚深处心不信解，菩萨尔时因强信受，因无残局，因如是学，我为非善盲无慧目，以如来眼随所先说，以诸如来秘密以言而生毁谤。菩萨如是自处无知，仰推如来，以诸佛法无不现之，等随观见，如是正行，无所违患，虽无信解，然不毁谤。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我们刚开始啊，当然是从凡夫学佛法的哈。那么凡夫的心呢，是苦恼的心啊，那么去接触到这种甚深的十法界的因果，说哎呀，这个生命不是只有人道而已啊，有十法界的因果啊。那么这个因果当中呢，它的每一个因果都是无自性的，都可以改变的。你现在是个人，这个人也无自性，你要肯努力，你来生就会进步，你要堕落，你来生也会退步啊。对我空我法空的真理啊，这样的道理呢，心不信解，没办法，我们善根不够，对这个大乘的这种甚深的世俗地跟真地的道理啊，不能信解。那这可怎么好呢？这怎么办呢？菩萨尔时因强信受，因无残取。这个时候啊，佛陀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这善根不够怎么办呢？你呢，勉强信受。勉强信受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先把你自己的妄想停下来，不要再学习大乘佛法，不要有个人太多的知见，你过去在世俗所兴起的那一套知见先停下来，你先勉强的接受，先勉强的接受，你以后再用这个道理来判断抉择，看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心无残取，这个残取就是没有希望分别了。好，先勉强的接受，你以后再用这个道理来判断抉择，看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心无残取，这个残取就是没有希望分别了。
好，你刚开始把你这个希望分别的心先勉强的停下来，先接受佛陀的教法。那么应该怎么学呢？你应该是这样子想，说我为灰善盲无慧目，说我之所以不能够相信大乘佛法，不是佛法有问题啊，这个是谁有问题呢？是我自己的善根不足。那么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眼之人啊，那么对于如来的智慧眼所先说的这些所谓的秘密仪，这个秘密仪就是佛陀为大乘善根成熟的众生所先说的大乘法义跟种种的神通的道理。佛陀因为让善根成熟的人听到，而让善根没有成熟的众生没有听到，叫秘密语。所以我之所以毁谤的原因呢，不是这个教法有问题，而是我为灰善盲无慧目，唯一的理由是我的善根不够。那么一个身为一个初学菩萨呢，如是自处无知仰推如来，对佛陀升起的最虔诚皈依的心，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愚痴的无知所引起的。我对佛陀的心情呢，是特别的仰慕推崇。为什么呢？因为身为一个佛陀呢，他对于一切的佛法无不现知，而且等随关键。佛陀在自受用的时候呢，他那一念清净明了的心性呢，通达诸法的真谛殊地。那么佛陀的他受用的功德呢，能够种种的观察众生的根基而观机斗教。那么如是正行无所违患，虽无信解然不毁谤。就是我们刚开始修学大乘佛法，你对大乘佛法的甚深道理不能理解，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要毁谤。那么为什么你不毁谤呢？因为你内心当中啊，自处无知仰推如来，你要相信你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啊，不要对自己的这个希望分别心太有自信啊。那么对佛陀升起强烈的皈依心呢，那么这样子呢，虽然你暂时不信解，是列入开眼的情况。这个我们的佛法有小乘的教法，有大乘的教法。小乘的教法呢，在天台寺的大师的判教是列入四义境，就是说他引导你观察三界的果报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下观察，你也能够感觉得出它的存在。但是你说我们这一念心记住十法界的因果，说我们这个打妄想的心，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们把这个打妄想的心拨开来，跟十方诸佛的这个功德的心拨开来，说是心佛众生尚无差别，这个就不思议境了，你就不容易了知了。所以在我们的佛教史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毁谤小乘佛的人少，但是毁谤大乘佛法的人多啊。因为大乘佛法是刚开始是养性的，是阳性的。这个司马迁呢，他做史记以后，当然史记他把这个古代的圣贤啊的故事啊记载下来啊。司马迁做完史记，他讲出一个偈颂来表达他的心情。他说：“高山仰止，景逊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古代的先圣先贤那种忠臣烈士的德行啊，就像高山一样，我一时的爬不上去，但是我的心情呢，心向往之。我想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也是这样，你一定要一直皈依的心来学习大乘佛法，你要一直希望分别心啊，你要处处障碍点。所以你看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他说这个学习大乘的真如啊，有五品观恨位，是不是啊？这五个次第，第一个随喜，你刚开始对真如啊是随喜啊。什么叫随喜？
随顺欢喜，勉强自己去随顺欢喜啊。随喜读诵，你一开始先这个随喜的意思就是你先接受下来。你为什么接受呢？你就是自处无知，仰推如来，你对佛陀，你相信大智慧的佛陀是真实真实的功德。随喜读诵，然后你再深入的去读古德的注解，产生圣解，然后为人演说，然后在依止这样的真如理啊，开始从空出假，升起坚行六度，正行六度。任何一个人刚开始都是随喜真如啊，不是先证入真如才开始去修的，都是先承认，先承担下来。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修习大乘佛法的心态只有一个，自处无知，仰推如来。你对佛陀一定要有强烈的皈依心，你才能够把大乘佛法学好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心态了。好，我们看根二的对人名幻。那么前面呢是讲到这个法的一个犯戒情况，这个是讲人，这个人呢就包括两个，一个是一般的众生叫人，第二个是说法的法师也叫人啊。那么在这个对人名幻有三颗，先看第一颗的叹及毁他戒。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以他人所有染爱心，有嗔恚心，自赞毁他，是名有幻，有所违业，是障为幻。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以他人所，这个他人所呢是指的自己的团体以外的众生，自己团体以外的众生，这个地方特别是指某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共修，那么另外也有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共修，或者是你在这个地方寺庙，别人的寺庙啊，就是其他的团体，你自己以外的团体。那么你内心当中呢是依止一种染爱心，对不对？染爱心就是爱护自己的团体的名义了。那么第二个呢有嗔恚心，就是嗔恚他人团体，就是你内心当中啊爱着自己的团体而嗔恚他人的团体，所以呢你做出什么行动呢，自赞毁他，赞叹自己的功德，毁辱其他团体的过失，那么这样子呢就换到菩萨戒法。那么第二个呢有嗔恚心，就是嗔恚他人团体，就是你内心当中啊爱着自己的团体而嗔恚他人的团体，所以呢你做出什么行动呢，自赞毁他，赞叹自己的功德，毁辱其他团体的过失，那么这样子呢就换到菩萨戒法。这条戒跟前面的自赞毁他是有所不同啊，前面的自赞毁他呢是依止个人的私欲，所以你对某一个人去毁谤，那么这当中你完全依止个人的名闻利养的缘故了，所以判重。那么这一条戒呢是因为这个菩萨是爱护团体，他不是个人的私欲，是这个人可能这个对团体的认同感太重了，那么一时的失控了，就去毁谤其他团体，赞叹自己的团体。那么因为他这个是所严禁是一个团体的境界，所以判作轻戒。我们看忍恶的无为患。无为患者，若为摧伏诸恶外道，若为住持如来圣教，若为方便调比伏比广说如前，为令其未尽信者发生尽信，以尽信者被伏增长。
那么开言情况有四条件，有四种情况。第一个，若为吹拂诸个外道，那么就是说呢，外道的知见当然有很多善巧方便了 啊，比如说儒家的思想、一贯道的思想啊，他也能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善。但是在知见上毕竟有所不足，他们所说的因缘观呢、只有人天的因缘，只有身为人、身为天的因缘，对于三界的出离的因缘乃至于成佛的因缘有所不足。那么我们为了要摧伏外道的不足啊，暂时的叹气回他是开眼。第二个，若为住持如来圣教啊，前面是破邪，这个是显证啊，就是我们要弘扬大乘法的殊胜，不过于外道的地方那必须让众生有所了知了，所以暂时的叹气回他啊，是为了显证。第三，若为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解，那么就是一时的对治了，为了要调伏众生的烦恼了，使令众生增长善根，那么暂时的暂去回他。第四个，为令其未尽性者化身尽性，以尽性者备复增长，那么为了要使令广大的众生产生信心的善根，有这个使令众生成就信心善根乃至增长的因缘，而暂时的叹气回他。这条戒的意思啊，是说我这个地方开眼，我们说明一下啊，就是有破邪显证的因缘啊，他这个也是一时的对治了，不是你这个整天就在那关叹气回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偶一为之了啊，不能够经常的去破邪显证叹气回他的啊。我这条戒呢，这个叹气毁他戒为什么安立在波罗度呢？占波罗度呢？因为菩萨的修学不但是佛法，也包括世俗的一些方便法门。那么也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了。那如果我们今天经常的去毁谤其他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都有他的一个坚持的善法，你就跟这个善法结恶缘了。那么你跟这个善法结恶缘，在你的成佛之道，你迟早要成就这个善法的，因为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以后你要修学这个方法佛法这个善法，你就障碍你自己，你就通不过去了，就觉得为什么别人修这个善法他很容易升起，你修这个善法你就有障碍，你要先拜忏，你过去又毁谤这个法门。所以菩萨呢，应该是要随喜一切的善法，为你自己的成佛之道啊，铺下一个没有障碍的道路啊。所以呢，即使我们今天坚持我们自己是佛弟子，修我们的法门，但是对于其他的宗教，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尊重啊，因为这样子对我们未来的修学法门才有利益的。所以这条戒呢，佛陀是制定我们菩萨啊，不要去叹气回他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